双脚要挂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他尖锐死。如何玩这个游戏？买啊，去看你是 PS4 版还是 PC 版，去购买就可以游玩喽。啊，价格大概在1500左右哦。两件特价1800。啊？1500忘了。这款游戏加 DLC 要2500左右哦。真的更高哦。特价。两个加起来有特价。如果买的是那个很贵的那种的话，来了。哇，大炮！有什么东西那么帅？还是大炮啊？哎、欸，怕他小。他倒喽。现在会从哪里出现？中间还是一样啊？一样。你看那扇门呢？太重，太重。
那个好像瞄不到，那不行。上面的是什么？我要等尸体消失吧。哦，这个也是来了。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去哪里？要打了。他去上面喝水啊、喔！上面有水哦、喔，对，吸气泡。为什么他会吸气泡？又跑上去了。嗯，我第一次看他吃石头，哎，之前都是跑去喝水，哎。那我陷阱放那边，他就在那边喝水的啊。就把那大炮给破坏掉。哎，那金火太好看。那这是也空战吧？嗯，太刀空战啊。可以啊。啊，猫子，你练成了没啊？练哪一个？空战啊，你的大剑、啊。跳跳大剑。没听过。跳跳大剑很好玩，好吗？哦，那个大概捡两下去就掉下去了。哇，经验也太多了，一期一等。对啊，而且魔物又好打。所以那时候才叫他们打这个啊。也都是一些弱弱的魔物。有
狩猎鸟龙种之类的结界啊。飞龙鱼龙飞龙，去死吧！缤纷色彩，色彩缤纷。你知道发型有新的吧？大概知道。原本的发型会再多一种发型，还不错，看。一个 ，nice， 突破术，好了，可以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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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没人要按，我按，哦、我按。阿多开。还有几招？还有几招？
最近也没耐充啊。太小啦！他是干嘛？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人流的、欸，刚刚鸟笼都被挖光了。我的发连续两次。在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我的嘞，我还没钉欸。帮忙装炮弹？没有，不属于我。啊。嗯嗯。怎么来操？出来了。